低至一分钱，化妆师都不会告诉你的私藏保障小工具又来了。手残党不会贴假睫毛，但是又想拥有电眼睫毛的话，典型的人菜瘾还大，就买这个一飞冲天睫毛夹。它名字没有叫错，一夹就一飞冲天，睁眼直接碰到上面去了。再用 UK 刷一刷，就能拥有翘上片的睫毛，内眼睫毛可以不用画。对不起，我拖后腿了。要是你实在都不会加的话，就用 Stacy Story 的睫毛胶热器，哈哈，加热器，只要都不用调，放在这里烫几下，半永久的卷翘睫毛就来了。想要当亲切版美女的话，就用心愿先生的假睫毛，一根就一分钱。有这还种啥睫毛？只要三根，斑点胶水，贴上眼尾这三个点啊，直接让你的睫毛变浓密，直接放大，眼妆都可以不化。不管你闭眼睛或者是往下看，完全看不到那个假睫毛梗，跟妈生一样，简直就是妙啊！还有一个单眼必备的神器，帝家的卧蚕笔 N001。首先可以画内眼睑，超级自然。微笑把卧蚕挤出来，在最高的位置。设计非常之人性，男生都可以用。莫兰蒂斯美妆蛋这个东西真的是你拿到手上才能摸得出区别。我个人会喜欢软一点的，拍起来不会很吃力，跟棉花一样超级舒服。相对硬实一点的话，上妆就会有点啪啪啪啪啪那种脸疼。总共五个切面，这种平面上妆嗷嗷快，上妆特别的服帖，不会吃粉，不会卡粉。早上用它还能玩几个十分钟，一个才7块钱，老香了。 Skin 身体素颜霜，直接看对比，不想粉底和脖子颜色脱节，又不想蹭到衣服的话，直接用它完事了。不沾杯的口红给你们找到 Kiko 双头唇釉，一头唇釉一头口红雨衣，先涂有色的唇釉，再涂透明的口红雨衣，干了以后呢，不光不沾杯不掉色，白亮化出这一种蓬蓬的嘟嘟唇。普通的口红叠加这个口红雨衣，同样会减少掉色。香啊！我为美业体腮红啊，无比腮红用的就是它，点一下一抹开，白里透红，关键现实生活也没有粉末感，还能用它来提亮。普通话烫嘴，还能用它来提拉瘦脸填充。加成看这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 陈浩，这里是我 YouTube 唯一官方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大家多多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多多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不要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美妆 Tips 啦。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